俊成，你看我跟你妈去看过，这代志敢有转圜余地？就讲是比比啦，你讲嘛？啊，咱两个人这么好，你连我来温暖，我都要跟你斗三工的，安尼就不够意思的哦。啊，妈，我回来啊，我要回去啊。你把俊家内底钱拢领出来，你哪会当你做？谁哪袂用嘞？俊家资金本来就是我家家继承，每一分钱拢是家家的。你搞我五千万行吗？你是在胡白讲啥？你当初投资公司啊？你倒是讲，你也想要娶伊，是不是稳到的钱啊？你是不是无怪过伊啊？你再讲我啥物物件啊？你真好啊你啊！啊！而且哦，我有听人讲过，讲怀孕前三个月哦，迄胎相拢无啥稳定嘞，放较轻松诶。啊，等所有一切拢稳定落来时阵哦，咱家好好来期待小生命的到来。你是安怎要骗我？你怎讲诶？是安怎恁硬要甲伊顶纸突破？你讲真正一定爱甲我搞甲，不管两间纸底你才搞完。你真正妈，你别怕你啊！你别怕怕我。玫瑰有情，从不捌开满到尾时。一段故事在藏在心内面，陪你走过几花开满的巷仔边，听你讲铭心刻骨少年时，风雨满场错过约定的日子，不愿放弃生生世世等待伊，手中白玉的玫瑰，刻着两人的名字，你为爱守护。心惊你。